时代杂志公布2021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队传奇日籍选手大谷翔平就是其中一人。まあ、二人ともね、もちろんオールスターでも一緒にやってみましたけど、楽しいバッターなのでいい刺激ももらってますし、そこに負けないように毎日毎日頑張りたいなとは個人的には思ってます。大谷以二刀流直接投打缴出亮眼成绩，连前洋基球星 A-Rod 都大赞他是现代版贝比鲁斯，而同样名列百大人物的运动选手还有他。So being on the Time 100 list is very huge.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did I think I would make the list, especially after the long year and the crazy success at the Olympics. So, 将运动员心理健康摊在阳光下，美国体操天后拜尔斯也是百大榜上名人之一。另外，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则登上这次《时代》杂志封面人物。I think Prince Harry is likely to celebrate his 37th birthday on the down low. 哈利才刚低调过完37岁生日，夫妇俩被认为致力照顾非裔女孩、弱势团体的心理健康。演艺圈还包含流行天后小甜甜布兰妮，以及游牧人生获金球奖殊荣的华裔女导演赵婷。另外，百大名单上还出现台裔企业家、绘图晶片企业创办人黄仁勋，推动人工智慧进程被列入《时代》杂志革新类，堪称是台湾之光。而政治人物已经掌控阿富汗的塔利班，临时政府副总理巴拉达尔也和全球大国领袖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大陆主席习近平共同入列。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